哈喽呀，兄弟们姐妹们，在村里买食材真的是不太好买。今天我煮了点带来的火鸡面。这边来点大黄米汤圆，糯糯的，黏黏的。还有一个大大的驴肉焖子，热的太软了，它有点散了。火鸡面，这是焖子，兄弟们姐妹们，骑自行车逛酒吧，该省省该花花。我今天给你们推荐几个我在拼多多买的又便宜又好吃的东西，是这个黄教授的烧鸡，里面是一整只鸡，而且他家的鸡好大呀。这我看之前买过所有博主都说很好吃，他掏出来哇，是不是好大一只。这个是大成的芝士热口棒，大成的芝士热口棒甜辣酱，哇，浓浓的芝士味，外酥里嫩，太好吃了。再来吃这个大闸蟹，之前吃这么大的螃蟹，是不是至少都要三四十块钱一只？这个是我在拼多多上领券买的，原价300多，结果这四只这么大的螃蟹才花了啦。再去拼多多多薅点坚果礼盒，香的嘞！我这几十块的大闸蟹的黄多不多？我的妈，我感觉全都是黄。看看这大口黄，超满足。烧鸡，它这个肉质好紧实，掰开的时候。
确实很嫩，一点都不差。哈喽兄弟们姐妹们，我要开吃了。我盛了点大锅菜过来，在这屋录视频比较方便，因为今天人太多了。这是我奶炖的大锅菜，馒头，这个萝卜干过年不打凉，快已经发货了。